是我昨天腌好的鸡翅跟鸡腿，炸鸡当然还要配薯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要再炸个薯条。哦，奢华！纯牛奶我倒的是，来点番茄酱，来点芥末酱，来点蛋黄酱。番茄酱怎么找不到了呢？哈喽大家好，这里是看过我的也吃过，我是张琪琪。我们今天吃的是自制炸鸡，这个是自己炸的土豆条、薯条、炸鸡腿、炸鸡，还有一小盘酱。现在我们家吃的没多少，反正酱挺多的，那我们就吃酱吧。哈，你们有没有想我？来个鸡翅吧先。这个是麻辣香锅的薯片炸的。可以，好吃。好吃，这鸡腿腌了一天一夜，24小时，贼入味。再来个薯条，料可足可足的呢。哇，天哪，背后都是酱。哇，我第一次这么吃薯条裹酱，哇，太好吃了。试试好吧，这原来不是番茄酱，是甜辣酱。再来，到位，太到位了，这酱。这两天日子啊，我跟你讲，好过得很啊。来一口这个炸鸡腿啊，天哪，我现在炸炸鸡的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好。这个里面也很入味。太到位了，这两天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动漫？超火那个。double快乐，蛋黄酱、蜂蜜酱、甜辣酱，好吃。那个动漫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看完以后，男主角是谁我都记不清楚。
但是我完全可以吸到里面那个动画啊，好帅，无限洗脑，嗯，好帅，太帅了。但是我不怎么看动漫的，我就觉得哇帅，说不出来其他词儿，就是帅呀，天哪，帅就完事儿。这薯条这样吃真的太好吃了，我今天这一餐真的是太棒了。我们16号在家隔离的，到现在已经隔离多少天了？7月16号。嗯，这个我也要这样吃。酱有热量吗？酱热量到高吗？啊，这太爽了吧！我好像感受到了肥宅的快乐，这是我看到一个朋友这样吃，我就哦，我也要试一下，这样好过瘾的感觉，迫不及待的要尝一下这个。天哪！突然变快乐了。不对，明牌牌不可以，完了，我是吧唧嘴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，这太快乐了！快点，弹幕，走一波，快乐。吃这样的快乐。哎，这个有点烤糊了。来点辣椒面吧。哎，我今天牙齿怎么那么酸啊？
上次在家隔离的时候，冬天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点报复性的想吃东西的那种心理，这次就让我有点报复性的想出去走走的心理。我真的已经在家关了快一个多月了，太可怕了。解封以后可能会出去走走，然后我就边走边拍，边走边吃，感受一下快乐。再吃两个鸡翅，留两个鸡翅好不好？还有鱼板薯条等着我呢。嗯，嗯，蜂蜜芥末酱、番茄酱、甜辣酱、蛋黄酱，你爱吃哪个酱？浪费酱，哇哦！就四根薯条，我们家买了两大盒牛脖，还有两个，一共六个鸡翅，两个鸡腿，不多不少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真的饱了。那好了，那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别忘记给真心投个币啊，点个赞啊，加个弹幕啊。这两天真的视频可能会很缓慢，因为我们家真的没有食材了，没有东西了。拜拜。